水果，分老母管较大粒的，该种着较功夫的，替我捧啊，出一口气，话堪要忍袂去，要忍袂去。哎呦，你会变啊？会嘛？哦，话你变我看下，好，一变一变，啊，一个小孩子出现，哗！咦，财神爷，你会用的袂？古早话在讲，贫瘠的妻子无人问啊，富贵千山有万亲。咱古早话这句实在无唔对。只能怪我自己命苦了，嫁给了这样的一个人。今天如果说他缺手缺脚，我还心甘情愿，对不对？最起码我还可以去申请救助嘛。本列车开往动物园动物园。做什么事都比别人慢一拍。对不起，每天都在闹笑话。哼！他给我，你不是已经在做事在赚钱了，干嘛还老是跟我要钱呢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？对，我是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也病了很久。可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总算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出事，我都不会花钱去保你。妈！
细凝视我的生命，就会发现上帝的话是真实带有能力的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喜欢自己，因为现在的我是神的儿子。朝露中的小草，那天中的小鸟，现在的我仍然热爱音乐，但是我更爱我的神，我的上帝，他是我随时的依靠跟帮助，生活的准则，力量的源头。成为基督徒并不代表从此就一帆风顺，因为人生的未知真的很多，而且成功不尽在我，反而让我更加谦卑，也更懂得信靠神。我在事业遇到瓶颈，经济出现破口，婚姻几乎快走不下去的时候，神大能的手抓住我。靠着祷告向神呼求，不只是把我身体的毒瘾真正的给戒掉，而且连我心灵的创伤也可以医治好。很多人很多事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有人要伤害你跟你妹，我是在警告你们小心一点的。凶手就在学校里面。啊！这宗命案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难道你要一辈子活在谎言当中吗？谁不是呢？过去，我的追求，我的情欲，我的执着，是受到了怎么样的辖制与捆绑？当我们放纵情欲，就让魔鬼有机可乘；当我们被情欲捆绑，就好像被一只怪兽辖制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挣脱的。靠着那爱我们的上帝，靠着他大能的膀臂，他会带我们走出来。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，他一定为我们负责到底。今天上帝坐在我身上的，同样能坐在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。在人不可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